谁啊？好奇怪哦，好安静，好可爱。赶快开始啦！王小珍，你怎么了？快点自我介绍啊！所有同学都在等你。王小丑，别害羞嘛，让新同学看看你的门牙。王小丑，原来他叫王小丑，好笑。是丑八怪，丑小鸭的丑啦。呱呱呱呱呱，丑小鸭啊丑小鸭，腿儿短短脚长大，长长脖子扁嘴巴。李玉凯，为什么上了国中你还要欺负我？是怎样啊？哎呀，李玉凯，你别闹了，继续下一位同学自我介绍。王小珍今年14岁，家里有阿公、阿嬷、妹妹、小美和我4个人，还有一只小狗，它叫 ET。 我跟妹妹是阿嬷从小带大的，我阿嬷很凶，好像老巫婆，她常常骂我说我不会读书就要学会做生意。我真的想不通念书跟做生意有什么关系呢？我妹妹她是个小巫婆，最喜欢打小报告了，常常害我被骂。我没有门牙就是和他在床上打架时被他踢掉的。我最喜欢的就是画图，只要能画画我就能抛开这些烦恼。像你这么细汉哦，生理都做到下下叫啊啦，无像你这么好命，还阁让你坐固定。讲你几句啊，耳孔都塞起来。像你大汉啦，无你发来哟。无要紧啦，莫生气啦。恁家这个小珍吼，已经有够乖啊，阁会甲你斗固定呢。哎呦，你唔知啦，阮家这个小珍吼，实在是足无路用的啦。好啦好啦，这条你甲我称看卖啊。一斤十两。你看，啥款？哇！嘿！啊！哇！你实在有够厉害呢，脚手这么。你实在是出世来做生理的啦，陈妈妈，你好。哎呦，小美哦，你真是愈来愈水呢。哎呦，忘记呀，你真好命，这个查孙又够水又够捌代志。听伊讲吼，小美是模范生了。这你嘛知哦，阮家小美这学期哦又够考第一名，所以我才让伊去学迄个横笛。哦，你知无？迄学费真正是夭寿贵的，一点钟就要1000块呢。你足敖的呢，会晓做生理，阁会晓栽培囡仔。哪有啦？人若歹命，都爱骨力。你唔知哦，阮是歹命过头，三岁都着妈妈哩，差一点仔就死去呢。了后就走空室，我10岁都会晓做生理呀。阿嬷，你看。嗯。啊，这啥？这是这伊偷偷画你的啊！啥？我有这歹哦？哎，你看，把我画到这么歹啦，实在是有够了嘞！袂啦，这画到足好的啊！啥？这叫做画了好？
一天到晚只会晓讨福，我这口罩拢是安尼，因阿公嘛是这款型的，还晓饮酒、唱歌、拉客，不晓洗手，生理嘛袂晓做，有时阵讲伊几句啊，伊都无欢喜，规天无看的人。哎呀，怪咱家己少年的时阵，目睭去予喇叭糊着，才会嫁祸这般的。无你是条狗哟！你真正是顶世人欠人的，一切都是业障啦！哎，听说他的牙齿是小时候生了一场怪病才会变这样，才不是呢，是他不喜欢喝牛奶缺钙造成的。你们说的都不对，是被他阿嬷打的啦。呱呱呱！臭小鸭，臭小鸭！哎，臭小鸭，作业借我。为什么我要借你啊？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哎，好比宝气！把作业还我啦！来呀，还来呀！作业还我啦！来呀来呀！上课喽，快回到位子上。快！大家把作业拿出来，我现在要检查。你这里有点问题哦，应该跟前面这题一样，知道吗？你今天不错哦，作业写得很好哎。小珍，你的作业呢？是没带还是没有写啊？全班就你一个没写作业，罚你站着上课。把球还我啦！你知道吗？走道是不准打球的。你管我！你不要以为当班长就很了不起哦。李玉凯，你不要以为你个子长得高就可以欺负女生。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喜欢王小丑啊？你少八卦了！以后你再欺负他，我会向老师报告的哦。呱呱呱呱呱！臭小鸭！哈那埃罗加那，尤卡那加亚塔卡那达亚，阿那哈得三秒三不达亚。那么什么诺多诺得给阿那哈那得三亚三路得给那么爱丽亚那哈路得给兄弟的亚路给什么呀马赫萨那亚那哈哈路里的亚爱丽亚大火的那里可以马里阿里西的一听像啊四里了。谢谢，阿弥陀佛。哎呦，实在足牛的哦！才细汉就好背大悲咒，而且还是梵文的呢。就是啊，我吃到五六十岁哦，就连迄个波波摩诃拢背袂起来嘞。那不是我一天到晚叫伊背，伊哪会晓？只会死背，根本就不知道大悲咒的含义是什么。哎呦，哪参像你啊，连王孙咒遐尼短，背三个月都背袂起来。本来就是。等下吼，把桌顶迄寡钱摕去给山顶的德化寺，有听无？
为什么我老是挨骂？我你讲啥？啊，唔敢去。为什么我老是挨骂？为什么阿妈看我不顺眼？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为什么她那么讨厌我？一听你看，没有门牙真的很丑吗？为什么她总是对别人说她上辈子欠我的债？一听你上辈子有欠人家什么债吗？阿嬷老是喊着门前让我装假牙，为什么还有钱去天香油？要是把这笔钱存下来，让我装假牙，那该有多好啊！我在学校也就不会被同学欺负，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啊。如果把钱拿走了，骗阿嬷说我已经把钱拿给德师傅了，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德师傅，王小珍啊，你好像很久没来看师傅喽。去小心，你摘丝瓜要小心哦。快去！没关系，他也想来拜菩萨。德师傅，我阿嬷说中原普渡快到了，要请寺庙超度祖先。小珍，钱你拿回去。哎，我阿嬷说要给你的。哎，你们家生活也不好过，你看你连牙齿都没有钱去补。回去跟你阿嬷说，超度的事不用担心。可是我把钱拿回家，菩萨不就不会保佑我们家了？信佛不是要把钱都掏出来献佛才是功德？真的吗？不是钱捐越多功德就越大吗？我阿嬷都说隔壁的阿宅伯啊，就是捐很多钱才会中乐透的啊。哎，阿嬷是不是想中乐透才会捐钱啊？你想太多了。哎，小珍，你有没有一块钱？一块钱要做什么？可以做功德啊。哦，来来来，这本书跟你结缘。哇，六度集经，结缘是什么意思啊？送给你，跟你结善缘。哦，这本书才一块，好便宜哦。哈哈哈哈，王小珍啊，你实在有够可爱。哈哈哈哈哈哈。可怜玛丽，可怜玛丽，可怜玛丽阿里西的。有路你就给我洗出去。哎呦，叫你提钱去做工程，你就那么老实给我提回来。哎呦，实在是有够戆的啦！规天不知道在想啥，讲你几句啊，耳孔都塞起来。你是甲谁学的哈？真正是把我气死！你把我当作啥哈？那不是我这个老查某，自细汉甲你离西南洋，你老去哪里啦？你还敢笑？真正是把我气死！好好好，阿姆吼，你都卖想要吃饭啊！哎呦！你是谁啊？你要创啥？社工啦。啊？哎，无你是死到倒位去啊？你嘛是几点啊？哎呦，规身躯臭酒味。你嘛好啊，你不是叫我去休息？我都顺续甲朋友啉几杯啊！你当你细细念，阿姐嘞，
在家啦。吃饭啦。哎呀，小珍袂当吃饭。阿嬷最爱的就是钱，再来是小美，然后是 ET， 一点也不爱我，都不关心我，一天到晚打我，不给我饭吃，虐待我，我好可怜，好像灰姑娘哦。我要报仇，杀死这个老巫婆。写信给爸爸，反正他也不会回信。我都忘了他长什么样子了。小臭嘴，你不要乱说、哦、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爸爸长什么样子。要是爸爸还在，妈妈也不会丢下我们。爸比，爸比，爸比爸爸。哎，小珍，坐好别过来。好，走咯。哎，这么晚了，是谁在放音乐啊？龟当马骑，他不停地鞭打神龟，叫神龟跑快一点，再快一点。神龟伤痕累累，只能痛苦地缓慢前进。路人虽然指指点点，却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这时候，有个富有的善人看见了，于是上前劝阻：“哎，你不要再打他了嘛！”啊。你想用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呢？就这个首饰可以吗？这可是很珍贵的神龟呀！哼，就凭你那破铜烂铁啊！于范喜贪念，故意嫌钱太少，等一下，骑着大神龟往前走。那你说，善人追了上去，一边追一边加价，一心想救神龟。这个下来可以吗？哼，走开！你这不值钱的东西，拿开！走，快走！笨乌龟，走快点，快点！我愿意把我家财产跟你换。啊？你说什么？我是说，我愿意用我家全部的财产来换回神龟的自由。那我不就发财了吗？在善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下，神龟的伤渐渐好转。神龟痊愈之后，善人决定让神龟回到大海中。虽然善人非常舍不得。
但还是希望神龟可以回家，回到自由自在的生活。神龟离开之后，天空开始雷电交加，倾盆大雨没有一刻停止。大雨下了三天三夜，整座城变成荒岛。幸好神龟游回来救走了善人。救救我！我快不行了。他好像是印的渔夫哎。神龟，我们赶快去救他。主人，那个人是坏人，千万不能救。如果救了他，将来他一定会害你。我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就像我当初救你一样。哦。救命啊！神龟为了报恩，带善人到一座藏满金银珠宝的岛上。哎呀，发财了！我又发财了，这下发财了！有这么多的金子，十辈子都花不完的。我们应该要用这些金银财宝来拯救那些遭受水灾的百姓才是。想干什么？你们可别乱来啊！可恶！你给我记住，我一定会报仇。过了不久，国王接到密报，说善人他趁大水来袭，抢走王宫内所有金银财宝。于是，善人被关进了监牢。第二天就要出去。恩人，恩人，这瓶药你先收着，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好，真是感谢你。第二天，王宫里传来太子被毒蛇咬伤的消息。国王下令，只要有人能医好太子的伤，就能得到宰相的官位。善人就赶到皇宫，拿出蟒蛇给他的解药，让王子服用。醒了，醒了。我的宝贝儿子，父王。善人用毒蛇留下的药医好了太子，国王信守承诺，册封善人为宰相，并且宣布国家大赦。这堂美术课呢，我们要上的是人物绘画。请同学们两个两个一组，互相把对方最美的地方画出来。哎，哎，小郑，我要跟你一组。我才不要嘞，谁要跟你一组啊？你不要也不行，没有人会想要跟你一组的啊。我和王小珍一组。王小珍，我可以和你一组吗？你干嘛每次都要跟我作对啊？我们要尊重别人的选择权利，不是吗？哦，我知道了，方克强。方克强喜欢王小丑，班长喜欢王小丑，大家听到了没？李玉凯，赶快画，不要胡闹。各位同学，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欺负王小珍了。
我画好了，你看，怎么样，像不像？嗯？你怎么了？王小珍，王小珍。线条简洁有力，用色大胆，气韵生动，画得真好。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在上课的时候跑出教室的。哦，那没关系，老师了解你的心情。你图画得很好哦。哦。下个月有个全国中学生绘画比赛，我想推荐你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哇，第一名奖金有50000块耶，要是我得到第一名就已经可以种门牙了耶。当然还是要看你的意愿咯，你想参加吗？嗯。王小珍，你在画什么啊？你是不是在画方克墙啊？给我看看嘛。可恶！哼！报应，我的脚断了呢，王小珍，救我！王小珍，你快点帮我叫救护车！我的脚断了呢。从前，从前有一只象王，他有两个妻子，善良美丽的大老婆和嫉妒心强烈的小老婆。小老婆因为嫉妒心过强，导致一时冲动投崖自尽。
小老婆转世投胎变成一位绝世美女。而国王最喜欢的就是美女了，他决定要把这位美女娶进王宫里。国王，只要你愿意把向往的象牙送给我，我就答应嫁给你。国王命令全国上下所有的猎人，不论如何都要把象王的象牙拔回来。美女献祭偷偷告诉猎人如何对付象王。你会没命。象王被杀害了，还想要救猎人，小海只是爱捉弄我而已，我怎能丢下他不管呢？干嘛帮我啊？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好朋友吗？王小珍，你不要告诉别人说你看过我哭哦。好啦好啦，那呢就拜托你啊，那是吼，你有看到伊，就叫伊赶紧回来呢。文啊，啊，我小郑有伫你遐无啊？哎呦，卖阁笨啊啦，差死！人明仔载就要鉴定考啊，阁叫人卖认识。哎，姐姐回来啊！伊回来啊！好啦好啦，有闲才来坐吼。无即嘛是几点啊？你是去倒？阮同学脚受伤，我送去病院啦。恁同学受伤，啊，甲你啥物关系啊？啊无，你嘛爱敲一个电话回来啊？我有敲，拢电话中啊。免讲嘛，电话中，我就一直敲电话在找你啊。这也不是我的不对啊！你可真搞啊！即马还跟我硬吹硬挤啊吼！你看你啦，正经册唔读，你可想要参加什么画图比赛？哎呦，敢会当做饭吃啊？放名表行我啊！你袂使来听掉啊！这是老师给我的啊！你这个廖北啊！啊！你为什么把报名表拿给阿嬷？你知道这报名表对我多重要吗？我没有啊！你还说没有？阿嬷，姐姐要打我！你不要老是靠着阿嬷来欺负我哦！阿嬷，你可以来哦！该放开！阿嬷，你是阿嬷才偏心，原来小妹都不爱我。你是在讲啥？我无在听你，是安怎打电话四界找你？阿嬷。我就想要去参加画图比赛。你给我讲，给我讲，给我讲啊！是你大汉，都把你换了去。我就想要去诶。讲讲讲讲，你给我讲啊你！放开！
是没听的哟，要放哟，叫你放开啦！哎呦，你看你把我的蝴蝶结都带坏去啊。阿嬷，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孙？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我？为什么？怎么我是捡来的？小珍，小珍，人生的际遇有苦有乐，我们如能多体谅别人，转转念头，多往好处想的话，就能离苦得乐。相信阿妈是爱你的，她是你的善知识哦。小珍，你要不要一起去玩呢？好啊，要去哪里呢？跟我来，很好玩哦。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变变，走。老师傅，等等我！啊！是谁这么坏心？又是这两个可恶的老巫婆和小巫婆！啊！啊！你千万要记住，懂得忍辱才能担负重任，将来才能做大事。小珍啊，小珍啊，嗯，哎，无啊，你是洗到睡去啊？你唔知影水甲电拢爱钱哦？我骑脚踏车的速度就跟喷射机一样快，一下子大狗就被我甩得超远了。可是啊，我没注意到前面突然又刹错一部大卡车，哼，还好我反应快，龙头一撇就避开正面撞击。可是我就衰啊，车尾就这样子被他撞到啦。我连人带车被撞到了大概有10层楼那么高哦。告诉你们哦，我在空中啊，就跟蜘蛛人一样翻了5-6个跟斗，掉下来的时候啊，嘿嘿，只有骨折而已。哎，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只有这点小伤而已吗？为什么？因为我有学过轻功啊。我看
看是因为你太胖了吧？哦，阮桂良，你别再玩我的拐杖哦。嗯。王小珍，我平时都欺负你，那天你为什么那么好心要救我啊？我跟你说个秘密哦，不是我救你的，六度吉金其实是他救了你。他跟你说哦，这本书是一本有神力的书。神力？里面有白狐狸、神龟、毒蛇、大象人、象王跟国王哦。哇塞，酷啦！小镇可以救看看吗？嗯。哇哦，这简直媲美哈利波特哎！借我看看嘛。哎呦，不要啦，我要先看嘛。米吉西也未使，你乌白肥。上来啊、哦！这是官庙的名产。哦，你提是木瓜，不是王奶。打鼓好啦，每下工不是啉烧酒，就是困。老师嘞，真正是狗仗人势。伊迪，伊迪，你上爱吃牛肉干来咯！伊迪，伊迪，你看，这是啥物啊？真好吃哦！嘿，卖过肥，卖肥。阿公，你是在创啥？我敢狗眼看人低不？阿公，你头早搁叫阿妈妈吼？对啊。你哪会知？你爸爸叫阿妈妈，拢提一提出去。拜托诶！我是尊重女性呢，无想要介意计较，这样子而已。恁公孙啊两个伫遐七七出出讲啥啊？无啦，我是甲讲这是新品种的苹果。哎呦，我是谁甲你创安尼？哎呦，你拢唔知哦，这是即阵上流行的蝴蝶结啦。来，斟一个。安尼抱起来阁不哩啊高水哦，小珍啊，德国厝的药店副阿公吼，你着爱加补充钙质，才袂连剩的迄两气拢落了了啦。伫咧食饭之前吼，先把迄碗汤啉完哦。哦，啊，怡婷，你好可爱哦，是谁把你打扮成这个样子？好饿哦！一弟来啊来啊！一弟你好可爱，好漂亮哦！一弟来啊！巫婆的毒药。请问德师傅在吗？德师傅不在，有什么事吗？阿嬷要我带糖果饼干来给小师傅吃。啊，你一定就是小珍吧？我听德师傅说过你。啊，
我们正在画画，你要不要一起来啊？我来，没关系。小陈姐姐画的好棒哦，画的比乳乳姐姐漂亮多了耶。如学姐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发起全校乐捐活动，帮助社会贫穷弱势学生，所以才能得到总统奖章。毕业那么久了，老师们还是常常讲起她。哎，你那么会画画，以后可以当画家。可是我阿嬷不喜欢我画画，还不准我去参加绘画比赛。我阿嬷很凶。我妹是个小巫婆，最喜欢讲我坏话了。不像这些小师傅这么可爱。一二三，木头人。露露学姐，为什么他们那么小就要出家呢？这里的小师傅都是孤儿，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有坎坷的故事。释小新是个弃婴，两个月大的时候被丢在德化寺地藏王菩萨的佛像前，当师父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高烧让他的耳朵失聪，现在只能靠助听器。因为听力受损，导致他口语不清。至于胖胖呢，是个受虐儿，三岁的时候，德师父从社会局抱回来照顾。不过这些小菩萨也算是因祸得福。小珍，你怎么啦？哦。老师，来来来，饮茶啦。多谢。老师，请用水果吼。多谢，多谢。林老师啊，阮家小珍伫咧学校，是毋是有做唔到啥物代志哈？才会互你专工走一撮。那有可能？咱的小珍这么乖。小珍真正足乖，嘛足听话。功课有当时啊，可能伊是较对袂到，也毋过伊真够会读呢。嘿嘿，对对对对对，小珍伊真正足有天分的，若是好好栽培，将来一定是一个大画家。所以我今仔来遮，是希望恁会当甲鼓励，叫伊去参加全国绘画比赛。林老师啊，画图哦是好呀，人在栽培啦。阮家连三顿拢顾袂饱，你搁要鼓励阮小珍去画图哦？我毋是这个意思。而且画图嘛，毋是好野人个囡仔才会当学啊。就算毋是好野人个囡仔在学个，嘛无可能是阮这种善恰人个囡仔在学个啊。小珍的爸爸伫个外口欠人娇小，我已经替伊害千偌万啊呢，所有个负债拢放互我拖，我一个人阁要饲一家，唉，食到这个岁数啊，阁要替后生想买。小珍的爸爸现在在坐家，妈妈也已经改嫁了。假使可以把小珍、小美两个人请养大汉，我就很感恩了。哪有什么困难？也不过，小珍她真的有画图的天分，你一定要为她的前途好好想看看。我小珍哦，读书无半撇啦，我只是希望她学会晓做生意。想无以后，嘛是家己的过手啊！老的啊，既然咱小珍哦，册也读袂来，阁遐尔爱画图，你着予试看卖啊嘛。
迄个时阵，小珍因爸爸嘛是介意画图，你嘛甲阻挡。后来咧，敢讲读册较有出头，也毋是读假，去用掠去关。掠准讲画图就会当赚大钱是无？莫讲啊啦，画图哪会当赚钱？规阵的人拢去画图啊啦！若是这么爱画、爱比赛，会用的啊！我嘛毋是一个无讲道理的人啊！小珍既然还佫伫咧读册，就要先就功课搞好，下当考第一名。伊要画图、要唱歌，我拢袂阻挡。阿嬷，假使我若考第一名，你爱让我去参加比赛哦。你敢真正有才调？阿嬷，你讲的哦，袂使白抄哦。老的啊，小珍哪会当考第一名？我就会使做总统啊啦！阿公，我愿意试看卖。哎呀，好啦好啦，凊彩你啦。写完了。哎，啊！哎，你不是睡着了吗？我哪有睡着啊？你不要去乱讲哦！我哪有去乱讲？姑妈，小美，阿公，来，小珍，送给你。你这点委屈不算什么啦，你要体谅阿妈啊，她就是这样的个性。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啊！莫阁讲啊，我讲过啊，这摆考试爱考第一名，那无免讲。妈，时代无同款啊，即卖囡仔甲较早无同款，你爱用爱的教育。嘿，对，参像伊哦，拢用骂的啦，根本都唔是在教囡仔。即卖囡仔吼，爱用鼓励啦，唔通用骂的啦。啊，那无吼，是会影响囡仔的身心发展。对伊的人格培养蛮好啊！伊吼要小珍考第一名，实在是足残忍的哦！你有啥物资格讲我？你为着这个家庭做了啥物啊？规天干那会晓饮酒？我哪有规天饮酒？哎、我毋是替你补货，替你摘水果。啥物叫做替我摘水果啊？饲鸡嘛我，教囡仔嘛我，啥物拢靠我。爸，饮酒你真正是硬是人欠人的，一切都是业障啦！什么业障？哪有人规天在念经，搁遐爱骂人，也唔惊嘴烂去。哎呦，爸，你莫搁讲。阿祖，我讲唔讲唔对？小珍只是想要参加画图比赛，嘛就要你批准。伊是在坐家，也是在读册，你愈来愈烦癫啦。你才老烦癫嘞！你是老巫婆，会晓当鬼。我是老巫婆，哎呀，你是老巫公啦，真鬼。那无，你要安怎？要安怎？你敢安怎？我跟你讲，我已经离你们真久啊哦。你莫当作我唔敢对你安怎哦！你安怎？有惊着吼？你啊！哎呦，我实在有够歹命啦！嗨，你莫大概拢来这招啦！恁爸看济啊啦！哎呦，你哪有这招啦？今天害阿公阿嬤吵架了，这次吵得很凶，还打了起来，都是我不好。我很怕阿嬤生气，我好想去参加绘画比赛，可是我没有信心考第一名，我该怎么办？
小沙弥，你要加油。人生中遇到的障碍一定很多，如果稍有懈怠，就会一事无成。治疗懈怠的最好药方就是精进。在干什么啊？有蜜蜂，有一只大蜜蜂。姐，你在做梦吧？赶快睡了。在忽然寂寞，昨天晚上作业都没做，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善变的天气爱捉弄我，爸妈每天啰啰嗦嗦，忘了带伞，说什么都错，不想出门，老是闯祸，踢进黑名单，躲进被窝，这个世界红灯太多，我不会难过太久。Are you ready? Okay, no problem. 彩虹好，开始。我的生活不受别人左右，快乐咬一口，喝杯暖风，靠一片天空，烦恼煮熟，快打包寂寞。哇，我英文从来就没有考过这么高分耶。小珍，这次的模拟考你进步很多哦，再努力一点真的可以考第一名哦。我真的会考第一名吗？明天就要考试了，有没有信心？其实我没有把握，但是我最近才发现，原来我身边有很多人在关心我，现在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孤单了。真的吗？嗯。你干呢？我要去叫警察喽！警察，总统来嘛，赶快呐！你家里被掀开呀！哎呦！哎呦喂啊！你别搞弄啊啦！这位大爷啊，我求你，你别搞弄啊啦！欧巴桑啊，你今仔若无将这间厝的宽装摕出来，我看这位大爷是袂耍手哦。你们在做什么？不准你们对我阿嬷没礼貌！我爸爸欠你们钱，为什么要我阿嬷还？我阿嬷已经够可怜了，年纪那么大还要工作，还赚钱要养我们。啊！哎，这位同学，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啊！这份恩情，我一定会永远记住，谢谢，谢谢啊！请别客气，我要赶快回去了。你们说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小珍啊，紧闭起来，大人的事情你别来管啊！不是，是大人没道理。你说，你是怎么教小孩的？我竟更小，居然跑到救命恩人家来偷笑。
我收到啊，阮家的家属还袂关呢。欧巴桑，歹势啦，阮家阁有代志，我先走啦。嘿，欧雄，当你是安怎哈？都还袂瞧好势嘞呢？今仔代志还袂煞，明天我会阁来。哦，恁老师较好嘞，一个死囡仔婆嘞，你莫走啊！德师傅，是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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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呦，老菩萨，你是安怎啦？哎呦，误会啦！我阿阵老妈过来乱啦吼，拄只老妈来讨笑，出来物啊讲甲迷迷毛毛，即阵哦拄咧整理啦。哎，老菩萨，啊你是安怎？哎。我停世人，不知影做啥物业，只是人才会这么歹命。六岁迄一年，阮爸母把我送去予人做养女，加在我去遐连烧煞，甲人哭三工，人制裁袂调，才把我送转来。后来为着要证明我的能力，袂适合查甫人。才会下死命打拼，到今嘛也是这么啊骨力，这拢是为着这个家庭啊！是安怎我阁会照顾着这款的命运呢？哎呦，莫一天到晚怨叹命运，你莫替恁囝继续害娇娇，都袂歹命。啊，阮囝不是恁囝哦，都再讲啦，也不是摕你的钱啊。嗯老菩萨啊，你唔免烦恼啦，代志莫向歹个所在一直想。其实囡仔拢真好啊，佛经讲，相随心生。你若想好个，代志就会转好；若想歹个，就会愈来愈歹命哦。古早有一个老阿嬷，伊有两个后生，大汉个是咧。小珍，你不用慌，不要怕，先坐下来。这一切都是假象啊，要安住您的心，观察你的心念，未随着外界转变。要继续护着自己的心念，千万不要被一切假象影响，那是来考验你的定力的善知识。请坐好，双眼回张，眼观鼻，鼻观心，护住自己的心。阮家这个小镇吼，实在是足无路用的啦。司机呢？放假在故乡，几天出来喊呀、啊？去着看。
老早，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老早，老早，早顿煮好啊。会记你叫小妹嘛起床哦。OK, no problem. 哎呦，果要让人闻哦。敢是沾着药啊？欢喜个安尼。姐，等一下。什么事？这是我的考试幸运笔，借你用。干巴的哟。小臭子，今天吃错药了。爸，我失败了，我没有得到第一名，可是我进步好多。我最近才发现，原来我身边有很多人关心我，我现在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孤单了。像是吗？你怎么会知道呢？我当然知道啊，你看这本书有你们的图画耶。哦，不好意思，我看不到你的书。忘了你们看不到，对不起。大象也来了耶。来来来，我牵你们过去。慢一点。哦，原来大象跟水管一样软软的。哎呀，不对不对，大象啊长得跟柱子一样圆圆粗粗的。他们好离谱啊。错错错，不是柱子也不是水管，是扇子。是柱子。是水管。是扇子。你们说的都对，不对啦！你们真是爱变，明明就是像水管。是你自己强变，它明明就是像扇子一样啊！错，像大柱子。怎么大家都变成瞎子了？我的眼睛怎么那么暗？阿妈，你真正是讲袂听呢，大概出去都唔知影回来。阿妈，真歹势，我看书煞袂记个时间。你看，这本书是进前的师傅甲我结缘的，书内底的人拄则佫行出来表演呢。阿妈，你会使看卖啊？哎呦，我哪会看有啦？
这拢是图啊，你一定看有诶啊。这吼，就是盲人摸象，足趣味诶哦。你慢慢看吼。哇，是炸鸡诶！阿公，我上爱食诶蛋挞诶，这一定是阿公买诶。阿公，阿你阿多尔在吗？是。那是恁阿嬷骑三轮车专工去买的哦。阿嬷买的，唉，我甲青梅同款，敢若会晓徛在家己的立场，拢袂晓徛伫咧别人的角度想。阿嬷，小美，啊，你还记得我们六年前来阿嬷家的情形吗？我哪记得啊？那时候我还很小哎、欸。阿妈、欸，来来来，我婆，我婆，哎、欸，小珍，来呀、啊。一个月无回来啊！我四界都找无伊，昨昏交警阁有三个人来找我讨钱，我无法度替伊害啊啦！做你放心啦，阮王家的孙吼，阮家己会晓照顾。啊，这步哦，这步吼，我嘛会想办法。时间过得好快哦，都已经六年了耶！原来大人都很辛苦。他们的烦恼比我们小孩子还要多，而且多很多。小巨牙，你变了。有吗？我也说不出来你哪里变了，反正就是不一样啦。你讲话好像阿嬷哦，难怪阿嬷这么疼你。我哪里像那个老巫婆啊？啊？你是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学你说的哦。哎。这次轮到我来当廖贝亚咯。哎呦，姐，不要这样嘛！不行，我要报仇，让你尝尝阿嬷的佛山无影鞭。嗯，你敢？你敢？你敢？不要闹了啦！小珍，小珍，小珍，快点起来啦！姑妈，你这么早来做什么？我好想睡耶。你还睡？你会来不及哦。哇，我可以参加画图比赛了耶！我的鸭子有希望了。再见。小珍啊，干巴爹，呼！阿公再见，无第一名就莫回来哦。我们颁完了第二名。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第一名的精彩作品。哎呦，恭喜呀、啊、你看你小姐在你位做菩萨就好的呢。那有啦，是你很感动。现在来欢迎第一名的作者王小珍来为我们解说创作的意念。我就知道，小珍，你好棒啊！好棒！我叫王小珍，今天我小珍啊，可大声的啦！小珍，不要紧张，慢慢的讲。我很荣幸。哎呦，卡大
大声的啦！我画画这张画，哎呦，我实在是记载袂住啊，一句讲都袂晓话。你要去倒啦？你莫去哩啦！啊！来来来，我来讲啦。大家好，我是小珍的阿嬷啦。我叫小珍哦，虽然戆戆，啊，人也长得不漂亮。阿嬷，原来大家喜欢你戆的。拍谁？我刚才还没说完。你伫创啥啦？你给我打打去啊啦！拍谁？我家小珍哦，缺点很多啦。要不讲哦，他很乖，一定是遗传到我。他真的很乖，而且很孝顺哦。其实哦，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画画的哦。啊，不过我较歹命啦，日本册吼读两年就没读了，更不要说是画画。哦，那个时候吼家庭很苦啊，要帮忙做生意，北东啊、美国捡头团。不过哦，现在画图好像也不错呢。来来来。你们看看啦、像这样哦，哎呦，画一张图就有50000块，实在是不错哦。但是画10张哦、阿嬷，这50000块的奖金，我是想要捐给德化寺，帮助遐个无爸爸妈妈的小师傅。你是头壳歹去哦？50000块拢捐出去哦？是啊是啊，我想要做工地啊。你唔是讲做工地合作才会给俺保庇吗？咁一定要捐这么多哈？阿嬷，你以前不是说咱的钱捐愈多，福报就愈大吗？哎呦，你记得遐好是要死哦！我凊彩讲讲的尔，你哪记遐条？50000块嘛要赚足久呢。我即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头拄仔吼，我甲阮小珍参详的结果就是吼，将50000块要捐予德化寺迄个小师傅做因的教育基金啦。啊，唔知影安尼做，大家讲好也是唔好咧。好，很好。也许有一天我会觉得自己没有牙齿会很丑，但是现在那已经都不重要了。老菩萨，你实在足好命哦，小珍得到第一名啦。是啊，我今嘛感觉吼，我是愈来愈好命。老菩萨，你真是有慧根呢。小珍，你下来配爸爸拢收到啊？你家来六度基金，爸爸嘛看，爸爸做唔对啊？迄种拢咧怪别人，怪阿妈无替我还钱，怪你妈早早去，看到你写遐一配了。原来做唔对是我家己，小珍你大汉啦，变甲足懂事。爸爸希望你继续加油，替爸爸优化阿公甲阿妈。小珍，爸爸嘛会甲你做伙拍拼，袂阁闪避，勇敢面对家己的人生。谢谢陈妈妈，欢迎再来。哎呦，小珍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好好好，再见哈。小珍啊，阿妈，什么代志？你刚有讲过，做功德会有福报哦。嘿啊，我有阿妈讲的啊。你讲了真好，果然有福报。这是什么呀、
牙齿基金。哇，足侪钱的哦！阿妈，阿你阿都国在吗事？爱是在路。哎呦，慢的啦，三八的。哎呀，闪啦！哎呦，好啊好啊啦，赶紧做生意啦。耶！这不是小镇那本书吗？哇！哎！哦！哦！